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玩警车玻璃保险柜。保险柜有很多功能，歌曲可以自动卷钱存硬币，设置密码还可以修改密码。玻璃保险柜让小朋友们从小养成储蓄的好习惯。小朋友们有没有保险柜？喜不喜欢存钱啊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哇，保险柜上面有玻璃，我们开始存钱啦！把钞票从这里投进去。哇，自动卷进去了，还有音乐。再存一张。好棒，好好玩哦。这边是数字区域，输入密码46，绿灯亮啦，打开门。哇，钱都存在里面哦。哇哦，里面有玻璃钞票，安巴100元，玻璃200元，罗伊50元。我们把玻璃钞票存进去吧。硬币从这儿存进去哦。现在我们要修改密码啦，把46改成48。先把门打开。长按米字键，输入48，按井号键，关上门，试一试哦。46是错误的，输入48。哇，修改密码成功，开门。哇，看看我们存的钱都在里面哦。按井号键，还有音乐。数字键呢？只有按键声，只有井号键是音乐键哦。哇哦，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玩又实用的保险柜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